能可以直接变成二线或者三线的歌手，没问题，你现在就是一颗流星，但是我对你有信心，你坚持下去，你就是巨星。我觉得不管是巨星还是流星，是星星就会发光，我觉得星星都是我们抬头才能看到的，不管是流星还是巨星，就让那些人抬头看着你在发光吧，别管他们说什么。我觉得他除了创作，其实他唱功也真的很了得，而且声音非常的性感，所以你在我心里你已经是巨星了，不管你唱什么歌我愿意一直听下去。我告诉你什么是巨星，巨星有一个绝对逃不掉的肯定点，就是他最起码有30首90分以上的作品。30首，周杰伦第一张、第二张、第三张，林俊杰第一张、第二张、第三张。我什么叫流星和巨星？来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会去 diss 流星，因为流星转瞬即逝，人们只会攻击巨星。之所以攻击你，是因为你是巨星，没有被攻击过的人不配成为巨星。借他平凡一生。